台南市的一个单位，那于是呢，我们就把状元评鉴会考，它就是经典文教会考，就转给我们台南市观众。
啊，他就是一贯道分会来做一个主办。那当然，他们在处理的方式、处理的风格也跟我们之前不一样。我们之前呢，就以各位小朋友，在每年小朋友、大朋友们，我们大家一起来，在整个广场读经，在整个读经馆闯关，甚至于办一些活动，可以说受到政府的非常的肯定。那当然，因为在一贯道总会它是分会，碍于他们要去整合整个台湾市的一个一贯道所属的一贯道所有各单位的道亲来做一个筹办他们就感觉有比较一些困难。那于是呢，他们就三年办一次，也就是说三年过在台湾市政府统筹来办一次，他们办的就是一种颁奖而已。也就是说，像我们今天我们已经都通过于我们科段的检验，大家都已经通过。那我们把这个科段的这么的一个考过，我们就送到台南市政府去。那台南市政府呢，我们一贯到分会这三年一次来做一个总体检，也就是三年一次来做一个颁奖。所以去年在昆山科技大学里面呢就来办这个活动。那当然，因为本来这种活动是在我们义和圣堂来举办，那义和圣堂是八个单位来做一个联结，所以在义和圣堂所推动的推广工作可以受到各个单位的认同。但是呢，在去年我还记得我们还有在义和圣堂所办的这个一个读经会跑义和圣堂。那今年呢疫情的严重性，所以呢在我们的经理群我们大家做一个一个计划，也就是说疫情的严重我们要化成为零，也就是说我们八个单位本来是在义和圣堂所办的，那我们八个单位就把它分开来，也就是中心在孝德、仁和、爱享、信一、一心、合成，包括与天使，是八个单位。那今天呢，或许还记得有中心在办，有一心在办，有爱享在办，那其他的谁在办或者又不知道。本来呢，或许是邀请一心来一起办比较热闹了但是呢，可能是碍他们的环境，甚至有的比较远，所以要到我们的下营来，他们有比较感觉远一点，因此呢，他们就自己就在台湾办。那当然怎么办都好，就是只要我们今天能够考过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壮年、小壮年，我们一就把我们整个你所考到的几个科段，我们再送到义和圣堂去，让我们送到义和圣堂去。我们义和圣堂在以桌前的我们大家长做一次颁奖，那当然我们还往后还会再送到我们台南市政府，台南市政府台一贯道总会的智慧，我们还会再办一次，也就是这样。那当然，虽然我们有拆开来。没有合在一起办的这么的一个盛况，但是呢，一个质量都不会减的所以都不会减的。但是呢，我们要把它回顾再把它回顾回来。我们为什么要读经？我们为什么要来研究圣贤书呢？非常重要。所以圣贤书里面的黄金。圣贤诗里面有什么基督徒，可以说我们如果能够去了解圣贤的书本，比如说五百孝经啊、五帝神规啊，种种的经典，我相信比如说我们弥勒救苦真经啊，可能弥勒救苦真经在这次的考试里应该是占最高的比例因为呢，我们每一天我们在网络，之后在
因为各位可能是背得很熟了哦。当然，这个是圣人所留下的经典。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的去研究它，好好的去学习它，所以有句话说，学经的孩子不会变坏。有人想说，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我就跟他们说，不是不会变坏，有机会他们还是会变坏的。但是呢，福建的孩子能够去了解圣人他们所讲的意义，他们所领悟的这个道理，我们能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当然我们能够以圣人的经典做我们的规范，那我们就按照圣人的时机，按照圣人的脚步去走。我们说形成一个圣人啊，人生最有教就是一个圣人，不是总统，不是国家的元首，不是国家的所谓的现在的立法委员啊，啊，国家的所谓的长官啊，他们就是在世间里头，他们就在位里头，时间到了，他们还是会下来，对不对？但是我请问各位，从此到现在，从过去到现在，有没有圣人在下来的？没有圣贤，没有圣人在下来的，表示过去的老子，过去的释迦牟尼佛，那过去的孔老夫子，过去的啊，我们的圣人，比如说我们老前人，我们的前人，时间历久，他们的价值也是存在的。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了解生命的意义，了解生命的啊真实，把他们的生命，把他们的生命，把他们的事业，把他们奉献于在这块土地，给所有的众生，有一些的众生们，能够去做一个啊一个启发。换句话说，我们能够下化众生。但是有人在问我，我的孩子有的两岁，有的三岁，甚至连有的孩子嘛，他一岁多就在读经。我请问他们懂得意识吗？他们在学习这个经典有意义吗？所以呢，像我呢，我那些孙呐、啊，我那些孙女，他们现在哦、就好像那个最小的那个阿强，他在两岁多，他就把经典，他就把一些《百孝经》，把一些《弟子规》哦，朗朗上口，他背得很熟。一位两岁、两三岁的小孩子，他能够把《百孝经》，他能够把《弟子规》，他能够把圣人的经典背在他的口中。你看，如果这个小孩子，你给他背一些、学习一些对心性没有用的，以后这个小孩子的头脑就存那个没有用的东西在里面。如果你这个小孩子再小，小孩子你就给他存量圣人的智慧，这个是最宝贵的东西。以后这个小孩子未来在处理事情，他不得了。为什么？有一次在几年前，我们在推广红经的时候，我那个大孙女，有一天啊，因为他也跟人家变心了哦。有一天，他的妈妈买一个小鼓啊，他给我那个孙女在那打，通通听通。那后学呢，就把他拿过来跟他听通。那那个小孙女就转个头，跟后学讲一句说：“他不问即为空。”那后学，他小孩子嘛哦，他讲话，他有点像呢啊。那个叫音同音母重啊，我有听，但是没有懂意思。但是我那个女儿教学的那个女儿就跟我说：“爸爸，那个选的那个远的跟你讲那句话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听不到他的意思。他说：“倘不问即为空。”也是在《弟子规》里头说，你要拿他的鼓去打，没有经过他的同意，那就是小偷。那因为两三岁的孩子哦，他会用弟子规的一段话来纠正你拿他的东西而没有经过他的同意，那你是不是小偷？哎，这句话很无理啊！你是查了，你是偷国外物件，不是很粗鲁吗？
啊，你用这一句话很温柔的，很有内涵的，很有文化的，给这个小孩子用这一句话来这么的教导我们，我们大人会感觉这句话在我的嘴中都还没有办法讲出来，那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子他能够懂得用这一句话来修正你，纠正你，那你看多棒，对不对？读经百遍，其义自现。你看他这个小孩子，我们实际上有一句话说，人都输在起跑点。有一句话是这么说：如果小孩子你能够当爸爸、当妈妈，哦，所以你给他们三年的时间，你的儿子、你的孙女给你一辈子的时间。为什么？他的转捩是他的成就是在三年。三年你陪他走过，他陪你走过一辈子，这样值得不值得？值得，值得。但是现在现实的妈妈，哎，我走过瘾啊，啊，我都不想翻呢，啊，我打电话你冲啊，我打电话你冲啊，他把他自己，他自己反正他为了要什么？因为现在的确是照顾孩子是很累的，很累的事情，大家都不知道啊，因为很累，我在赚钱，比什么？比照顾孩子还轻松嘛？哦，就把这个孩子丢给谁？丢给阿妈，丢给阿公，啊，或去我的阿妈或者妈妈照顾孩子，我一个月一千给一万块给他，我就专心的赚钱，对不对？嗯，虽然你得到你孩子得到安置，但是你孩子在成人。为什么一个老年人跟一个小孩子的思想，他社会的背景？环境的背景完全不一样，用老人家的思想来带两三岁、一两岁的孩子，你看这个是多么残忍！但是我们当父母亲的人，就感觉说：“哎，我已经把我的孩子已经安顿好了。”你不知道你的孩子已经在往下沉沦，经过三年五年，到他的思想已经成熟，你要改变他，就没有办法想改变。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现在的社会，杀人、放火、吸毒、诈骗集团，我们看到触目惊心，我们看到触目惊心。为什么？因为没有好好的把小孩子引导一个正向。小孩子他有一个佛心在，他有一个火在。如果你没有好好引进，没有好好的引导他，他变成一个魔鬼。你好好的引导他，他变成孙女。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我们义和圣堂每一贯道所举办的迎新会考，是在帮中国国学的文化再次的展现，帮中国道德的文化再次的推广。那我们要推广，也希望我们的这些家长，哦，甚至一些年轻的家长，哦，能够来支持、来配合、来推动，因为对社会有好的风气。虽然大家辛苦一点，但是我们的社会的阳光，我们社会的光里面就会实现。这个是后选今天啊，借着我们今天是28号，这个中百年的会考，跟各位做一个勉励，也跟做一个鼓励，也希望各位。虽然我们今天是做一个总意见。但是回去啊，你不要说啊，已经考试已经考过了，那就好像我们在考什么考驾照一样嘛，对不对？我驾照拿到了，你还会不会去看看那些交通规则？你不会了哈。现在如果叫你来考，来再重新再考那个交通规则，可能是考不赢的。为什么？因为你都忘记了，因为你已经考过拿到执照，你就不去看它，但是我们不记名字。所以经典是，虽然你已经拿到你三科段、五科段、十科段，但你记得不要把它忘掉。如果你把它忘掉，你过去用那么多的时间来学习，那已经应付考试，它没有价值，意义没有把它真正把它展现出来，非常可惜。所以或许在今天的这么的一个非常好的日子里，也祝福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每一个人都能够考到非常好的状元，好不好？好。
祝各位身体愉快，身体健康。好，谢谢各位，谢谢。感谢负责人的勤俭与努力。